英国王室再度传出有成员染上了新冠病毒，查尔斯王储周四筛检呈现阳性，而这也是他二度确诊染疫，目前宣布取消后续的王室行程，自主隔离当中。英国的官方发文证实，查尔斯亲王又感染新冠病毒，原定当天准备出席在温彻斯特的行程，现在碍于确诊被迫紧急喊卡，而查尔斯也对此深感遗憾。然而现年73岁的他，早在去年底就打了加强针，仍旧不敌病毒入侵，继2020年二度的感染。那么查尔斯的妻子卡蜜拉检测过后则是呈现阴性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